在其他店开始，我的心就牢牢地被你牵动着。不管是在机场、咖啡厅、江边、雨中、书店，还是海洋馆，这一切的一切。 都是我的美好，而我想要一直守住这份美好，所以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 愿不愿意啊？你到底会不会亲亲啊？ 罗嘉恒，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的。